我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像一键开启追一部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从第一集第一集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像一段 MV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那都不是主题。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精准地捕捉到你的小情绪，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宠溺地纵容着你的小脾气，追逐着有你的镜头反复回看在心里。士力架邀您观看《爱的二八定律》，给他准备了新出的半糖士力架，扛饿又好吃，加班也要吃点好的。全新华为小折叠，华为 Pocket S 掌心月色，邀您观看《爱的二八定律》。雅诗兰黛冻龄白金面霜，邀您观看精彩剧集。这些商务公寓的装修时间一年到三个月不等，最长的一年以上的商务公寓，橱柜的甲醛含量依旧超标。曹总，这可不是什么个别现象。不是你啊，不过你果然还是挺厉害的啊，曹律师。但是我来国内做生意，我是做了准备的。我依法纳税，我做合法买卖。我是这个行业的引领和创新者，这些，这算什么？我只要处理得当的话，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你一些合作伙伴和投资人知道吗？还有，小云金融的桑经理，他知道吗？曹总，你的杠杆已经到了警戒点，这些公寓的空置率再高那么一两个百分点就足以让你爆仓。你现在跟丁芳芳结婚可能会改变现在的现状，因为丁总在金融界的资金和地位足以让你运筹帷幄。我说的不对吗？我们国家欢迎全世界各国的投资商，但是前提是在国内做生意，你首先要老老实实的。陶律师，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同一类人呢。那是你以为。下午去一趟我的律所，把婚前协议签一下。不着急，曹总。你慢慢开会，我等你。你竟然用一份检测报告就让曹宇任投降了？一份能够吗？凑了二十多份了。你哪儿来的二十几份啊？谁还没个朋友了？检测局一朋友帮我搞的，而且检测报告只有橱柜的，其他都没有。你撒谎了？撒了。可以啊，陶俊辉，你长大了，学会撒谎了。那得分人啊，必要的时候得上点手段。挺好的，所以今天下午他会来吗？应该吧。什么叫应该吧？应该就是应。我有事儿要跟你说。那你们说呗。啊，不好意思，那你们好好聊啊，走了，加油啊，拜拜。
怎么气了？没有。没有，你为什么不说话？不想说。坐下说。让我看看，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喝口水，休息。这么卑鄙呢，吴律师，你怎么了？发这么大火？你怎么能瞒着我接受我爸的委托？咱俩之间是有协议的。吴律师，你这话说的太重了，我可不敢当。对，咱们之间是有协议的。你想让陶俊辉到企业部，我办到了；你自己想到家庭部去做高级律师，我也办到了。你还想让秦诗尴尬难堪，我都办到了。除此之外，我好像没有答应其他的什么条件吧？哎呀，你爸爸他很关心你，他想更多的了解陶俊辉的为人和品格，我觉得这个要求很合情合理。十一楼的摄像头明明白白的装在那里，做什么不做什么取决于别人，又不是我。你说你这样怪我，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啊？再说了，陶俊辉和秦氏之前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难道陶俊辉一直都瞒着你啊？他没有瞒着我，他都告诉我了。那不就得了？我觉得他对秦氏的态度很正常，可以理解。好姑娘，初恋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很难忘的。别说他们两个人曾经谈婚论嫁过，就连我们家老金也有那么一个同桌的你，一支铅笔半块橡皮的都记得清楚着呢。可是秦氏那么伤害他。哎呀，你别老是揪着过去不放啊，你别忘了现在你才是他的未婚妻啊。他从来都没有用那种眼神看过。你看看，你还是想比。我跟你说哈，对于女人来说，妒忌是最糟糕的，一旦起了嫉妒心，你就已经输了。骄傲而充满自信的人从来不会妒忌别人的，与其嫉妒，你还不如想想你自己有什么优点。我可不认为陶俊辉选择跟你在一起是看中你爸爸的财产，你不会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吧？我知道。婚姻幸福的秘诀你想知道吗？秘诀就是你永远不要期盼任何一个人会比你的父母更加爱你，能够让你幸福的只有你自己。这是什么呀？你自己看吧。
你就因为这个不高兴啊？你如果非想知道陶俊辉够不够爱你，也不是没有办法。你看他签不签这份协议就知道了。 签字，签完了该干嘛干嘛。你看了没呀？你就签。不用看，没问题。什么就没问题？我怎么看这上面都是问题呢？你觉得哪有问题？我觉得这全都是问题啊！这份协议就是对你的侮辱，是对我们感情的侮辱。你为什么不生气呀？别人欺负你，你就应该打回去，你应该还嘴呀！你就应该把这个撕的稀巴烂扔到垃圾桶里呀！ 你为什么这么傻呀？你凭什么要签？你为什么要签啊？你不能这么心软呢！你不能对谁都好。不哭了。 再哭就不漂亮了，菲菲。我们不能受一点委屈就生气，这样我们什么都干不了，光剩生气了，是不是？生活没你想那么简单，那总会有一点不顺心、不如意的地方。 就算有别人误会我们，又怎么样？你生气也没用啊，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而且对于我来说，别人的看法不重要，我只在乎你的看法。不哭了，不哭了。 志慧，我们快点结婚吧。好。哎呀，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啊？ 对了，今天下午咱们合约是几点签啊？3-4点吧。3-4点，行，来得及。啊，我请个假，签之前肯定回来。走了。你慢点儿。你知不知道？啊？就因为你的一句话，行里损失一个黑金的客户。你凭什么信口开河？ 还敢挑方宇金融产品的刺儿，你知不知道？这方宇集团的邱总是谁呀？啊？哎，我就不明白了，你工作没几天，一个客户经理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这跟胆子没有关系，方宇的产品确实有问题，分析报告我也交给你了。但凡你看过一眼，你就会知道我说的一切属实。 少给我来这套！告诉你，邱总那是我们行里的重点合作伙伴，手里几百亿的项目，你现在出这种岔子，一旦影响了行里跟他的合作关系，你担当得起吗？我只知道，作为客户经理，我的工作是维护客人的利益，我不可能推荐客人去买一个有问题的信托产品，这也不符合我的职业操守。 很好，我觉得我们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我希望你立马走人。
你怎么在家？啊，我有点饿了，我想回家煮个面吃，所以就把厨房给炸了。我这就收拾干净。怎么样？你没事吧？你不会做饭，干嘛勉强自己？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做了给你送过去啊。 你不是也有自己的工作吗？哎，等会儿，你为什么回来了？我是拿个东西，我还得回去上班。哦，你去休息一下吧，我来收拾，给你做饭吃。我收拾吧。来不来？小心点。明天晚饭。 一个人吃饭为什么点两份饭啊？我饭量大。好吧，我承认。我本来想的是呢，回家做几个菜给你送到银行去，给你一个惊喜。但结果你也看到了，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 Plan B， 我想点外卖冒充一下。谁知道你搞什么突袭？ 你怎么会突然想做饭给我吃啊？不是突然，早就想为你做点什么了。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你在关心我的生活，照顾我，你都无法想象，要是没有你，这段时间我得过得多么兵荒马乱。我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呢，现在咱们俩是一体的，我也可以照顾你，我也可以为你付出。 那你也不需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啊。这件事情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杨华，我知道你有你的工作，你有你的生活。如果是家庭跟事业的话，你一定会选择家庭的。但是我不希望家庭成为你的阻碍。 我希望我们两个都可以变得更好，而不是要牺牲掉。那如果有一天我失业了呢？我养你。反正你无论在哪儿都会做得很好的。你在家里做得很好呀，前提是你必须心甘情愿、极乐在其中。反正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支持你，像你支持我一样支持你的。 谢谢你，谢谢你来到我身边。我也谢谢你来到我身边。好，我给你拿一下。 那这件事情就这样了，后会有期。亲爱的，我送送你吧。哎呀，你也别这么垂头丧气了，输给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输？宝贝儿，你怎么还这么天真呢？没事，输就输了，这次我请你吃饭，好吗？ 你知道签这份协议之前，曹以任见了谁吗？丁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
你说曹以任为什么要去见丁总？任何理由都有可能，唯一不可能的就是说服丁总他有多爱丁芳芳。姐，我有一种被算计的感觉。你看啊，我们为了拿到这个曹以任的把柄呢，把他这个人调查了个底儿朝天，连我这种毫无生意头脑的人都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生意人。虽然他的公司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只要解决现金流，他还是可以从中获利的。你说他不会去跟丁总谈生意了吧？也有可能。你看，虽然我不了解曹以任，但我了解丁总啊。丁总也是个生意人，如果他听了曹以任的，愿意给他投资，那他以后生意肯定可以获利的呀。那跟他签的这些婚前协议放弃的东西比起来，这算什么呀？姐，咱们亏了。哪儿亏了？你看，咱们只收了一份婚前协议的钱，但却帮人家做了一整份财务法务的尽职调查。不对，我觉得这个事儿没这么容易。我感觉这里面除了曹以任的坑以外，还有别的事情，怎么想都不舒服。姐，你不会也在坑我吧？哎呀，你在企业部才待几天呢，就变得这么疑神疑鬼的。你跟我说说，除了觉得被人坑，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心得？心得呢谈不上，但经过这段时间的卧薪尝胆，我明白了一些事情。说来听听。以我的资历呢，想要在企业部立足，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有自知之明。嗯，陶俊辉和我比起来是一个更成熟的选择，再加上他有背景资源，所以呢他是实力与背景并重，有管理者的思维。而且您让我这么尴尬地待在十一楼，并不是让我考察陶俊辉吧？您是对我有意见，让我自己好好反省反省。有长进呢。嗯，我知道之前是我太我行我素。心诗，你知道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貌美如花。你最大的优点是脑子快、手段多，不会被条条框框束缚手脚。你最大的缺点也是脑子太快、太不服管，野心还特别大。不给你上个紧箍咒，你就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真佛。知道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错了，真错了，真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嘛。约法三章，以后明令禁止，不许自作主张。没问题。不许故意隐瞒跟公司利益有关的任何信息。绝对坦白。我让你做的事情，不许给我偷奸耍滑。你以后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就是我的真佛。很好，我现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好嘞，我帮您看一下啊。阿婆您别担心，虽然呢房产证上没有您的名字，但这房子是您在结婚期内买的，所以这房子您就拥有一半。阿公过世了以后呢，他那一半就变成了遗产，这遗产您跟您儿子都有继承权，而且这房子您有居住权，你儿子不能把你赶出去，放心吧。啊啊啊！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你啊。哎，没事。阿婆等一下，我给你照张相吧。倩倩，帮个忙。三二一，好了，谢谢您啊！啊，谢谢，再见。有事下次来找我啊。好的。哎呀，
秦律师，要不你还是回我们家庭部吧。我在企业不待得好好的，回家庭部干嘛？因为我们大家都特别想你，都希望你能回来，是吧，倩倩？啊，对。我在家庭部已经没有上升空间了，而且我到企业部来算是走出舒适圈了，挑战自我。律师可是一个值得终身学习的行业。好了，不跟你们说了，我去逛逛，你们自己好好干活，有事给我打电话。好。好。哎，我现在就在你们银行附近，你什么时候下班啊？我可以来接你。我今天要加班，可能得晚一点回去。加班？你们银行一到点系统都关了，你加什么班？培训，我们这还要培训啊，这说要培训。培训？你现在在哪儿？你那边好吵啊。你再说一遍，他们把你怎么了？没有，就觉得这工作也不太适合我。你刚刚是说你甄别出了一款有问题的产品，帮客户规避了一次财产受损的可能性，帮银行躲过了一次潜在的危机，但是你因此而失去了工作，是这样吗？你要这么说也没错了。这帮坏蛋。哟，老贾，小蔡，刚刚邱总来电话了，他说对于我们这次把这个信贷产品的销售取消，他非常的不满。前两天他才说好了，这周可以给我们引荐新能源项目的负责人，这下爆单了。你负不负责？负不负责吧？行行，别激动，行，走，老贾，喝口水，走，喝口水。老贾，这事儿吧，我说我能负责，你信吗？还有啊，你不能老拿这个项目威胁人啊。我听说这个项目你跟了很久了，你连项目的负责人都没见面，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谈的。哎，不过啊，咱们帮方宇发这个产品发了好几十个亿了。小蔡，你说这个话你什么意思呀？啊，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虽然这个产品是咱们行代发的，但是他们方宇的产品我们都是推荐给双金客户的，如果客户知道我们推荐的产品有瑕疵，那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有瑕疵啊？方宇那是老牌的金融公司，好不好？啊，对了，我好像听说那个什么叫杨华的，是你破格录取的吧？哎，我很好奇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他工作也没几年，就能堂而皇之当客户经理，给产品挑刺儿。我录取杨华，是因为我知道他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而且我告诉你，别说区区的一个客户经理了，他在北美最好的金融公司当分析员的时候只有22岁。哎，我敢保证啊，杨华说有问题，一定有问题。你能保证？他是错了，你负责吗？你负责吗？人都让你开除了，你还想怎么样呢？啊？干嘛？蔡经理，赶紧出来一下。怎么了？杨华他回来了。他回来干嘛呀？回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他。哎，你怎么来了？你谁啊？您请坐。我是杨华的太太。这年轻人真会玩啊！啊，自己工作上出了问题，找自己老婆来出头。作为男人，我都为你丢人啊！你怎么称呼？我姓贾。您是银行经理。就是您辞退我先生的。可以请您跟我说说辞退我先生的理由吗？理由？你还好意思问我？你怎么不问问你老公干了些什么呀？啊，
我告诉你啊，赶紧的跟邱总低头道歉，收回你的不当的言论，纠正你的错误，否则这一切的后果还有经济的损失都要你来承担，你知不知道？从小我妈妈就教育我，做人要讲道理，懂规矩，尊老爱幼，吃饭不能发出声音，说话的时候不能用手指别人。后来我发现，原来有些人是没有人教的。你妈谁呢？贾经理，您对于法律方面好像不是很了解。劳动法规定，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可以辞退员工：一、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三、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了重大伤害；四、与其他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关系；五、按规定劳动合同无效；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问您，杨华他违反的是哪一条？二，请您想清楚再说。杨华他对于外部金融单位托银行发布的产品的风险提出了合理的质疑，请问他违反的是哪一条？他，那根本就不是他的工作。客户经理的工作之一就是服务于客户，这是对银行负责，也是对客户负责。请问，如果这都不是他的工作，那什么才是他的工作？你这是胡搅蛮缠！您这才是胡搅蛮缠。劳动法规定，在试用期内，就算用人单位发现劳动者不能胜任该岗位，也不构成辞退理由。公司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岗位培训，这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就算你们想辞退员工，也必须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并且支付劳动者该段时间内所有的劳动所得。贵公司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违反了劳动法相关规定。仲裁院、新闻媒体，你想走哪儿？我们奉陪到底。不是，你到底是谁呀？我是浦江成宇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我叫秦诗。你欺负我的人，也要先问问我，同不同意。走吧。秦律师，舒慧在这儿呢。不早说。就是。来，今晚回去好好陪媳妇儿了啊。秦律师，果然是你啊，我们又见面了。
你在这里做客户经理太可惜了，要不要考虑来我公司？想当年啊，那个邱建祥，他是证券行业里面大神一般的存在，他那些经典案例呢，都已经被编辑到那个教科书里面了。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就我们那证券课老师，那都是他的铁杆粉丝。本来按理来说呢，像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吧，和这种大神一样级别的人物，是不可能有交集的。但是秦烈，您猜怎么着？大四那年，我们俩参加了一个大学生模拟炒股比赛，从此改变了两个少年的一生。哎，你猜一猜，当年比赛谁是第一名？铺垫那么多了，肯定那位呗。错。您知道吗？那次比赛为期一个月，不分个人和团队，比赛输赢的关键呢就是收益率，所以我当时和杨华呢共同操作一个账号。我记得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大盘的点位是4289.72，结束的时候是3686.92，直接下滑了12.02%。哎呦，我们两个人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把整个收益率做到了17.32%。您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第一名。你猜，第二名，他们收益率是多少？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们太笨了，只有10.02%。哎呦，你说这什么脑子呀？华华，华华。你别急，你这个破气球的行不行？这草原小王子已经把收益率做到14.3%了。哎，就是刚刚他把那个东方电子以12.26块的价格给抛出去了。我记得他入手的时候应该是11.76块，怎么办呀？他现在增益率是3%到4%，还有10天时间，他这样下去肯定能超过我们的。要不然咱们减个仓吧。不减。要不然咱建个仓吧，啊，我给你选出了四个，这四个满足了基本的操作要求，我觉得可以，行不行？不进。之前咱们说那个逆周化纤，咱们不做过调查吗？只要是6.9块或者7.2块之间，咱都能买，是不是？它现在已经涨到7.1块了，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干掉了。不买。那个红城股份，它现在已经是20.58块了啊！咱当时说，你自己说的，21块钱以下都能买，啊，行不行？买吧，老杨。你这，我发现你这是……所以最后就因为你们没有建仓，眼睁睁的看着第二名反超了。8月23日，以20.62块购入红杉股份2000股，8月27日又以19.5块卖出。最后，草原小王子以17.6%位居第一，相比第二名只仅仅高出0.2%。哎，最后这华丽丽的大败笔是谁的决定？这我是不是从？这次之后就知道自己不适合炒股，所以毕业之后，证交所和银行，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银行，从此过上了为别人数钱的日子。而从那之后，我就像欠这小子永远还不清的500万一样，在他面前就是抬不起头，太欺负我了。哎，你都说一个小时了，能不能说说主角呀？请律师，你不能学他呀，他这个人没有人情味的。你除了主角的故事之外，配角的故事你应该听一听吧。
你知道我这一个小时值多少钱？哎，你别给我提钱啊！我上班八小时全是钱，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比赛结束以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喂，你好，你是杨华先生吧？我是邱建祥，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见个面，聊一聊？哈哈哈！原来如此啊，那么多人当中，我最留意的就是你。有人跟我打赌说后期你会顶不住压力建仓，但我觉得你不会。虽然我输了，但今天总算是知道了真相。作为一个操盘手，重要的是要有定力，要有自己的原则，并能坚持贯彻。这次失败中有什么收获吗？最大收获就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愿不愿意做我的队友？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加拿大，跟他学了两年，然后就当上基金经理。服务员，再拿两壶清酒。一壶。一壶。听话啊，一壶，慢慢喝。其实他们接了一个案子，一个企业的老总委托他们私下调查自己的准女婿，从过往的婚恋状况、人品、事业等等事无巨细。那怎么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依靠？朋友们经常会问我说，哎，你有什么样的标准能告诉我一二三四，然后告诉我这人就是靠谱的？如果你觉得一场婚姻就把自己投进去，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值得依靠一辈子的人，这种观念其实本身就是爱情旧脚本的理念。爱情新脚本的理念，日子是一天天加上去的，爱是一天天经营出来的，所以我们得接受它就是会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流动的。不管你找到一个多好的人，如果两个人爱情不再做加法，我们互相不再能给到对方快乐，也无法在这段关系中成长，最终我们还是会分手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变成怎么确保自己不受伤害，怎么看他这个人靠不靠谱。请记得，你不要看他跟你的关系，而去看他跟其他人的关系，因为他对其他人的态度，其实就是在你跟他爱情走得比较平淡的时候，他可能对你的态度。比如说，如果这个人经常向别人借钱过日子，他甚至借钱给你买礼物啊，我们看上去很感动，但你要想想看，他今天可以借钱给你买礼物，明天他会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借钱，你能不能忍受一个人的生活是靠借钱去度过这些难关的？所以其实到最后的时候，看一个人是否可靠，我们其实在看一个人总的人品。如果我们能清楚地知道我的底线是什么，又通过观察他对他人的态度能够发现这个人人品靠谱的话，这个时候我就鼓励你勇敢地走出这一步，去追求我们的幸福。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在一起努力怎么把对方的好激发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幸福就能持续下去。彼此都已成为面前最重要的那个人。Don't worry， 别怀疑，留点回忆在心里，以备不时之需。陪伴自己悲伤的时候，人总是容易放弃。没有伤口的悲伤不需彻底清理，快乐的时候人总是不想失去，没有眼泪的笑容难以刻骨铭记。 Don't worry
尽最想要的机会。Don't worry， 等它痊愈，长出生命力，为最好的自己。寒冷的季节，人总是想要藏起没有靠近过的关系，脆弱的难以维系。最好的一切，人总想抓在手里，留在做梦的夜里，固执的无所畏惧。如果可以，别放弃曾经想要遇见的那。